最新消息，人力伟和东岩研究员一同遭到毒害，调查局已经展开侦查行动。机密的研发资料被害，样品被摧毁。已抵达目的地。嫌疑人刘浩然和本局调查官洪鑫两人交往过一段时间。空白邮件还有这么大的容量？近年新的网络恐慌手法。以上国际治安事件引起各国动乱。真的不知道我可以相信谁。摸出刘浩然。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Friday.